我回到家后，只听隔壁嚎的一声，不出意外，意外应该是发生了。过了一会，只见救护车都来了，两名医护人员将老太婆抬上了担架。老太婆的儿子给我打电话道：“你特么故意害人是不是？我妈刚打开你的快递，几百只蟑螂一下就飞出来了，爬了她一身，我妈被吓得心脏病直接犯了，现在在 ICU 呢，赶紧过来赔钱。”我假装不知道，不是，这什么跟什么啊？你妈进 ICU，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李在港森魔啊，你少在这跟我装傻，那个快递一定是你故意放在门口，让我妈拿的。你这个人心怎么这么脏呢？我们家不就用了你几天的无线吗？你至于这么害我们家吗？顿时我感觉自己又被道德绑架了。大哥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你母亲那不叫拿，那叫偷。我的快递一直都是放在门口，快递员都能给我证明。而且我这个月买了三只螳螂，快递里的蟑螂是他们的饲料，我又不知道是你母亲偷的。而且我发现被偷后，我还在门口喊了，你现在因为你自己偷我东西进医院了，你还敢反过来怪我？说完我便挂断了电话，顺带把这电话也拉黑了。另一边，怎么样了？他什么时候来交钱？老太儿子满脸通红，那小塞子不承认是他干的，而且还把我拉黑了。什么不来交钱？他的快递他下的套，他还想推卸责任？不行，你得赶紧想办法让他来交钱，这一天一两万块咱们哪儿扛得住啊？老太儿子想了想，我去找居委会的人帮忙评理，我还就不信了，他把咱妈害成这样，难道一点责任都不用负？妻子也点点头，对，治疗费住院费都必须他出，而且还得赔给咱妈至少100万的精神损失费，一分钱不能少。很快老太儿子便来到了社区居委会，以他自己的口吻将事情复述了一遍。您说说这个小塞子是不是太不是个东西了，出事儿了不说赶紧到医院看望一下老人家，把钱给交上，他居然还对我，还把我电话给拉黑了。可没想到听老太儿子说完后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丝毫没有半点同情，甚至对眼前的这个人有那么一丝厌恶。王先生，偷快递是违法的，您母亲违法在先，所以责任应该您这边自己承担。一听这，男人瞬间不乐意了，你嘴怎么这么臭啊？什么叫偷啊？我妈那是看她不在家，而且最近又经常发生快递丢失的事，这才好心拿回家帮她保管的，现在出事当然得由她负责了。先生您有所不知啊，首先在法律意义上，只要不得到失主的允许擅自拿人家快递，无论你出于什么目的都会被定义为偷窃。退一万步说吧，既然是保管的话，那为什么你母亲会私自拆新先生的快递？私自拆别人快递是违法的，邮政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私自开拆、隐匿、毁弃他人邮件，冒领、私自开拆、隐匿、毁弃或者非法检查他人邮件、快件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。这一套专业术语也是呛得男人说不出话来，他没想到居委会竟然将责任怪在了母亲身上，无奈只能回到医院。怎么样，办妥了没？男人摇头沮丧道，居委会的人说责任是咱妈自己的，不愿意出面调解。什么，这群拿工资不干人事的垃圾就知道欺负弱势人群是吧？我们找律师吧，一定要让他赔钱。很快两人来到了一家律师事务所，请到了一名专门打这类官司的律师张义达。大概了解了全部过程之后，张义达有点儿纠结道，王先生、王太太，这件事的责任的确全在您母亲这，真打官司的话打不赢的。什么？不是，快递我可以对天发誓绝对是他故意放在那让我妈拿的，这咋就他一点责任没有了？这还有没有天理了？那这样的话以后他都用这招去害人，那还得了？听见这番话，最有种的律师顿时也是无语了。您先别激动，咱们最大的诉求不是让星先生赔钱吗？打官司这条路是行不通了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叔叔进行民事调解，由于您母亲这边受到的伤害太大了，在调解的时候叔叔或多或少会为您这边说说话，索要一些赔偿，再加上如果对方有主观意向的话，我出面调解肯定最少能让对方赔偿您10万。一听有钱捞，壮汉也来劲了，好，张律师就听你的，我们去找叔叔。搬家公司坐地起价，还带走我行李，我直接告他抢劫。紧接上级，你是说你那些东西里还包含一块价值90万的劳士力腕表？我点头道，是的叔叔。叔叔思索了一会，邢先生，我会立即派人调查这个龙虎兄弟搬家公司。随后我又对刘志全这一问题打给了我的律师朋友，喂，张伟，有个事情想请教一下。我将事情的经过和张伟描述了一番。刘志全这一说法在本次事件中
是不适用的，因为搬家公司是临时加价，违反了市场诚信原则，而且明显是不合理的收费，远超正常的收费标准。这种情况下，对方不能以客户拒绝支付天价搬家费为由，流失其个人物品，可以一案不讲。即便对方可以行使留置权，但他们的行为也是不合法的。行使留置权有几个法定要件，其中之一就是合法占有、偷、抢、骗等形式是不行的。对方不顾你的反对，强行拉走属于你的个人物品，这已经涉嫌抢劫，明显是不合法的形式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遵循等价留置原则。如果是可分物的话，行使留置权的时候，只能拿走等同于债权数额的一部分，对于超出的，应当归还。好的，张伟，麻烦你了。兄弟们，大家知道留置权是怎么一回事了吧？另一边，赵龙、赵虎两兄弟带着我的行李回到了家中。此时，赵龙的妻子担心地说道：“又把东西拉回来了啊，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？”嫂子，你就放宽心吧，这事儿我跟大哥我们俩也不是头一回干了。上周那女娃娃哭得稀里哗啦，又说要找叔叔，又说要告他爸妈，最后还不是乖乖给了800块钱。也是，那这次你们要多少钱？男人神气地说道。6K。闻言，女人也是大吃一惊。这么多，你们就不怕把人逼急了？放心吧，你老公我什么时候出过岔子？这次绝对是一只大肥羊。这单要是成了，咱们去搓一顿，好好的庆祝一下。但转念一想，女人不免有些担心。万一那个人找叔叔了怎么办？就算他找叔叔又能咋？以前又不是没人报过。叔叔来了不也只能让我们协商解决吗？我们付出了劳动，对方却不给钱，这事儿说到天上去也是我们占理。再说了，他欠我们工钱不给，我们拿他的东西，没毛病，这叫留置权。要不说现在社会干啥都得懂法，只要我们懂法，不管干什么都不用担心。这时赵龙突然感觉到一阵强光闪过，他定睛一看，只见赵虎的手腕上竟然戴着一块手表。老二，你买了个表？这个啊，这是我从那小子杂物堆里发现的，看着还不错，我就戴上了。闻言，赵龙嘿嘿一笑，拿来吧你。就在此时，赵龙家的门一下子飞到了他的脸上。别动，全都不许动。两名厨师飞奔进来，迅速将龙虎二人控制了起来。什么情况？你们凭什么抓我们？赵龙、赵虎，现在以非法抢劫罪拘留你们，请立即配合我们回去调查。随后，叔叔给二人戴上了银手镯。叔叔同志，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？我们就是个搬家的工人，怎么可能抢劫呢？叔叔严厉地说道。坐在这的没有说自己不冤枉吗？我现在跟你了解一些情况，希望你能老老实实交代，不要有任何隐瞒。今天上午10点左右，你是不是接了一个搬家的活？对，没错。可我们拿走他的东西，那是事出有因的，谁叫他不愿意付钱的，说啥都不给，态度还非常强硬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才会扣下他的东西。叔叔冷笑着问道：“那你倒是说说，小伙子为什么不愿意付钱？”一听这，赵龙脸色顿时变得不自然了。说好的150包干，到了地方却临时加价，翻了足足40倍，你还觉得自己挺有理是吧？叔叔同志，我们也不容易啊，这么热的天，我们跑上跑下的搬东西，不就挣个辛苦钱吗？而且是他不愿意付钱在先，我们扣押他的东西，那也是合理合法的。这个叫行使留置权，法律都支持我们。赵龙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。你坐地起价，而且索要的报酬远超正常标准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不对的，你还以此为由扣押别人的个人物品，这叫留置权，哪门法律支持你这种行为的？赵龙顿时语塞，根本不知道该如何辩驳，毕竟他只是个法盲，这个留置权还是从别人口中问到的。我们只是想要回工钱，他要觉得太高了，我们可以适当的降低点。再说了，那些东西我们拉回去就没有动过，只是暂时扣押，只要他给了钱，我们肯定会把东西原原本本还给他的。叔叔刚要说什么，突然注意到赵龙手腕上的表。你刚才说你没动过那些东西，那你那块表是怎么回事？喂，你好，我刚刚不小心把话费充错了，你方便的话能帮我充回来吗？你充错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是个兄弟啊，是这样，兄弟，100块呢，大家也都不容易，你帮个忙呗，你实在不行，你帮我充回来80块也行。你神经病呢？喂，喂，兄弟，你先不要着急挂啊，我也不着急要我那100块。我是觉得你说咱们中国十几亿人口呢，我能把话费充给你也算是咱俩有缘分，方便的话咱们聊个几分钟吧。方便你说。
我不知道你多大，但是我听你声音，你应该还不到20岁吧？我都25了。你25了呀？哎呦，你这声音可真听不出来。结婚了吗？还没呢，怎么了？没结婚？有对象吗？啥时候结婚啊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有事说事，没事挂了。哎，兄弟，你别挂，我没别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你要是近期结婚的话，我这100块呢就全摊给你随礼了。你要是近期不结婚，我就跟你聊一聊这个男人结婚以后可能遇到的一些事情。那你说来听听。一般情况下，这男人啊，在头一年结婚的时候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。该抽好烟照样抽好烟，该聚餐照样聚餐，该抢着买单嘛，照样抢着买单。但是，正常情况下一年以后，这种情况就会变得很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年以后你应该就做爸爸了，到时候你会有惊喜，会开心，同时呢也会有一点点小的压力。不过这压力的大小其实取决于孩子出生在什么样的季节。压力大小跟季节有什么关系啊？有关系的。你想，你如果孩子出生在冬天或者夏天的话，你这第一个月的电费应该徘徊在800左右。那接下来这种价格的电费呢，会持续3个月或者4个月，这一整年，你跟你兄弟们聚餐的次数呢，可能会变少，而且孩子如果说这一年身体都健康的话，你抽烟的档次不会降低，但如果孩子有个小感冒发烧，有个小病的话，你的烟瘾会变大，你抽烟的档次也会降低。小病而已，不至于吧？至于的。你想，我们大人感冒了发烧了，一般情况下不会去过什么机器的，但是如果孩子咳嗽或者咳嗽不止的话，咱们就算没钱，想办法也会去给他过各种机器去排查嘛。这一整年你的经济状况会随着孩子的出现而逐渐的下降，而且不出意外的话，你这个2年以后你会迎来你第二个孩子，到时候嘛，你会经历一个你这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个状态。什么状态啊？什么状态？要富嘛，富不起来；说穷嘛，有车开；说有钱嘛，经常加不起油；你说懒吧，每天大早就起来了，很晚才回去，忙得像个蚂蚁一样；说笨吧，什么事都明白，但是呢，什么事都事与愿违，你的朋友会越来越少，少到你宁可跟一个匆匆花费的陌生人去聊一聊自己心里的烦恼。哥，那你几个孩子？我老大不到2岁，老二快出生了。哥，那我把那100块钱还给你吧。好呀，谢谢啊。啊，你们先走吧，我再跟他说两句。我看怎么事的。起来吧，别装了，一会儿要开席了，你还得花钱呢你。谁掉100块钱啊？谁掉？行啊你啊，你这钱镶身上的，你今儿难得呀，今晚喝点。呀，洗澡呢。妈，来个黑丝。哎呦，这大长腿，你看一眼。你不看我上来了啊，我去找他。你还不行呢。咱俩聊天记录没删呢、啊、这我要是给你公开了，你可完了，你可真是。真凉了呀。行，世上少一祸呀，完我少一大儿。你想不想咱俩吃烧烤？我老跟你打赌，我说你要敢摸那碳一下，我给你200块钱。今儿你行了，你真就摸那碳了，钱我可不给你啊，你顺手我倒是打火机呢，咱早晚我也得摸那碳，是不是？你真是啊，你真是。行了，这边你就放心吧啊，爹妈孩子我都帮你管着，嗯，你要是有啥事儿啊，你给我托个梦。家里好啊！哎，你在那边好好的啊，你下辈子
呀，都好好的。啊，走了，走了，兄弟。当闺蜜比你先走，你们先走吧。啊，我再跟他说两句。快起来吧，你别装了啊！你前男友带他对象过来了，他对象就是你那阵怀疑他俩有事儿那个。怎么还不醒？脸上还卡粉呢，你还给？哎，你用的是啥呀？我给你补补吧。我告诉你啊，咱姐们儿到哪儿都不能输，听不听见？哦、你博、嘉尔、千玺、亚轩，哎，你看看了。你要是不要啊，全是我的了啊，全我。你这平常看见男的走不动道的主，你现在你出去了，你要是再不行，你那些包可全是我的了啊，你打下的江山可全都归我了啊。还没反应，你脸上怎么长那么些痘呢？你这咋还胖一圈？我给你拍张照片啊，我给你发朋友圈了啊。真凉了呀，我家楼下新开一奶茶，你说谁陪我去喝呀？你说我以后我失恋了，我找谁哭去呀？那以后我要是受欺负了，那谁帮我出头啊？那没有你我怎么办呢？你就一个人在那，你害不害怕呀？你要是怕了，你做梦告诉我啊！你要是有啥事儿，你也告诉我。你在那边好好的，好好处个对象。你别再遇到渣男了，你遇到渣男了，我没法帮你。我走了哈。等以后我下去了，咱家俩在一块骂渣男啊！你要好好的啊！竟难当有过最佳损友，当老公比你先走啊！好，你们先走吧啊！我再跟我老公说两句。嗯，你赶紧给我起来了！你给我解释解释，刚才为什么有个女的哭得比我还狠呢？她是谁呀？来，不好使。你要是再不起来，我跟你吵架了啊！我好，你再不醒啊，我明天就穿这个出门。哎，我就穿两根线出门，我就。这怎么还没反应啊？老公，你起来行不行啊？我以后再也不让你做家务，再也不让你交作业，私房钱再也不用上交了。你以后想打游戏到几点到几点，想跟兄弟出去玩就跟兄弟玩，你起来行不行？你再不起来，我明天就改嫁。我拿着你的钱去养别人孩子，我让你儿子管别人叫爹。再不起来，老公，你是真不要我了是吗？你放心，老公，我一定把咱们儿子教育得特别好。你父母我也照顾着啊，但是你在那边，你离别的女鬼远一点，你不许看着了，听不听见？老公，我走了啊。怎么手机还在这儿？你这跟着一起烧了多可惜，我看一眼啊。啊，醒了，活了，妈，这都活了的。